敢犯不怪狗阵线联盟。带着三亿八两的饭盆来到我这儿，自从这婆娘威武，我住在没吃饱饭馆。家里几口人，只有她是我最不喜欢，在我面前吃着鸡腿，还想逗着我玩。她总是不靠近我的嘴巴，还不肯让我自己玩耍。吃个饭硬要挤四个人，还要我自己用嘴去拿。他说我吵起来会把人吓，那是他看上去像傻瓜。如果说有人敢放我咬他，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